哎，露西，你知道除了火影忍者跑之外，动漫界还有什么更快的跑法吗？不知道哎，那不然我们就来实测啊！你们猜哪一个鸡跑得最快？我们要猜吗？废话，我有说要 C 哦，麦克鸡快。对，好，等一下，哪一个鸡跑得最慢？尼克鸡慢。好，因应疫情的关系，大家最近的休闲娱乐就是只能在家看剧啊，或是看动漫之类的。在看动漫的时候，会浮现一个想法，就是好想知道哪一个动漫人物跑得最快哦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是来帮大家实测哪一个动漫人物跑得比较快。我们 Go。我们是一个非常讲求 detail 的团队，所以呢，我们不止跑法一样，连服装都会接近，非常相似。但是因为我们预算已经花在服装上面，所以我们没有买粮食，所以我们大概跑大约50公尺的距离，然后去做实测。我们走吧。8秒7，超慢的，不是恶魔人用这个姿势根本没屁用，想魔女斗人面的感觉。噔，拍拍碰飞，噔，拍拍碰飞，温柔优美，噔。10秒68，到底谁会内八跑步啊？太累了，而且屁股很痛。巨人好当吗？不好当，当人类比较好。我需要帮你剪头发。这是新的哦，这不是跟他们借的，这是新的。6秒94，这胸部的 size 跟我原本差不多啊，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，并没有造成我什么负担，所以加上这个姿势的话，很快的负担。怎么样？还喜欢我刚跑步的影片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如果还想要看我开箱什么或实测什么的话，记得在下面留言哦。